别人在监看我，我会处理。银行这名男子急着写汇款单，金额多达65万，看到警方还非常抗拒。他说：“因为女儿被绑架了。”他讲话声音跟我女儿是一模一样。基本上你已经套入他的圈套了。我怕我女儿会有什么问题。他借100多万，他是说叫我先领人领多少？先不要紧。电话打来是女儿的声音，哭哭啼啼。对方说在台北替人做保，要交付65万才放人。电话还传出凄厉哭喊，眼看爸爸越来越急，警方赶快联系女儿打开视讯。喂，你现在在哪边？汉堡。你看，这是你爸爸，我们是警察。你爸爸刚才接到电话诈骗，说你在台北帮人做保被打。没有，没事。在电话那头还可以听到女子凄厉的哭喊声。如果接获陌生不明来电的话，务必要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。原警了解后研判，这就是诈骗集团手法。爸爸听到女儿哭喊声也慌了，忘了先联系女儿确认人在哪里。还好邻居先报警，及时找到人，才没让着急的父亲把所有积蓄给汇出去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